大家好，津元芳元朗呢度就讲2021年嘅6月15号晏昼嘅6:24，呢间嘅便利店咧就曾经成交过17万。71旁边嗰度咧就有个洗衣店曾经成交过1900万，而家唔系讲呢度，讲另一间铺成交咗1700万，个位旺好多。10号铺就系呢间神具嘅用品，呢一度就曾经就成交咗噶啦，注册兼噶啦，就讲紧系津元芳18号权益大厦地下10号铺，建筑面积574尺，实用面积457尺，楼龄44年，成交咗1750万兼噶啦，系呢一间铺，见下楼上。咁啊，讲紧系门阔大概10尺到啦，深嘅时候大概50尺啦。原本业主啊，1078万买入，就2021年嘅时候，咁就签约日期就呢几日嘅事嚟嘅啫，就5月份啦。讲噶啦，唔使讲噶啦，侧边俾你睇下呢间。呢間嘢嘅時候咧，就呢間嘢就嗰陣時市況差好多，就成交過，就超平啦。呢個大成面家作為一個成交比較啦，咁啊呢度咧就曾經成交咗係呢個嘅大概1200万到啦。即係就大概1200万到，咁就成交咗，咁所以就個但係呢度咧，就嗰陣時應該唔知呢間就嗰陣時嘅市況差好多，咁啊，但係呢一間就不居。OK 啦，呢度好旺下，1750万呢个位置，图积啊，所有你睇到噶啦。呢个位系几旺嘅，呢间嘅铺头咧就成交1750万，行过去咧呢一个嘅楼梯上去咧，就天桥咧就驳过去呢个元朗嗰个嘅朗屏站嗰度，知啲咩啲人来人往系咁去噶啦，咁呢度补翻俾你睇个 video 啦，咁而家就晏昼6:00嘅时间 ，OK 嘅。入面咧就再有一条嘅入职角嘅楼梯上埋楼上嘅1750万，系好旺下嘅，好旺嘅。今时今日呢啲街市位好旺下。OK 啊，咁啊感觉一个五分位咧，1750万唔平，但系又唔系贵。咁啊今时今日呢啲位系上去啱嘅啦，大概呢个位。咁你睇睇入边嘅环境。好啦，我哋基金集资啊，今期6000万发晒啦，发晒，恭喜买家，又恭喜投资者。28蚊斤啊！全场28，所有牌分。